我父母退隐之前，在10年十三日接到来信一封，多蒙后事共知50遍，你是修徒，将退隐不要挂念。你家唐山生活非常困难，毛病生活物件很贵，你是现种有50种田，番薯30种田，麦子现种这5天要等到明年30日。 才有修行哦，你是每日挂念退隐，在外养生发难养，环境难养，真系挂念哦。用的难时才有团聚，你是三人身体平安，小孩也为笑也为玩，真系可爱。望退隐在外养，园中茂盛，阖家平安。 至于为顺，如愿不尽，下次再禀，敬请福安。你是十星少，10年17日。